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香香美食栏目。天气呢是越来越暖和了，那么大家肚子里的馋虫呢都慢慢的被这个烧烤给勾出来了。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按照大家伙的指引哈，提供的线索呢，就找到了一家烧烤的小店哈。别看店儿不起眼儿，进去之后你就会发现另有乾坤。走吧，咱们进去吧。眼瞧着小小的简易的门头，走进屋却发现坐了满满的一大屋人，人声鼎沸，好不热闹。经常来，经常来，最少一个礼拜一两次。主要来吃的啊，羊肉串，就是羊肉串，羊肉串、腰子、烤了没有？茄子，羊肉串、腰子、茄子，烧烤，烧烤可以。就烧烤类的全齐。对，你让咱吃了羊串啊，后腿啊，吃出烤了不好的菜啊，那他这全是肋条，肋条肉，对，是吗？吃羊串就得吃。哦，你来这主要吃那个烤串的还是烤肋条？对 对，是吗？倍容难受，吃不菜还香。对，你肯定就是吃羊肉串。嗯，为什么呢？他这羊肉比较嫩，嫩，然后吃着味儿比较好。经济实惠，鲜啤酒是吗？配有他们的烧烤吃，绝对好吃。对啊，羊肉串必点了。啥？你们好吃羊肉吗？哎呀，你别乱说，别乱说，采访的那也是羊肉串，是吧？是。对，哎，羊肉串必点是。嗯。色香味俱全啊！先说色啊，色好看，外焦里嫩，看着就想吃。嗯。牛油。嗯。对吧？香啊，香啊！在门外面一条街上都在吃。啊？是吗？对啊。味儿，味儿，那谁吃谁知道。你看我说的没有，别的朋友也看不到。对，色香味俱全，是吧？对。啊，他已经解释完了。啊，啥都有。啊，啥都有。再配着啤酒。啊。完美。这。哎呀，吃完烧烤来一顿包子。来，一起哈。对。完美的标准动作该怎么做？一、二，完美。对，就是这个感觉。羊肉串儿。啊。鸡翅。鸡翅。腰子啊，蟹黄啊啊，茄子，口感好啊，香，嗯，这个火候控制特别好，嗯啊，如果烤过了，这个皮会很硬，糊了，哎，糊了会很硬，啊，嗯，然后烤到浅了，这个茄子那个味儿，那个茄子本身那个味儿清气，对，是吧？啊，不好吃，嗯，刚好那味儿也没了，但是皮也不硬，刚刚好，啊，羊肉，羊肉是主打，它外面是焦的，嗯，里面带有汁儿。对，对不对？特别嫩。对，啊，这边的话呀，还是这个烤韭菜、茄子、羊肉串啊，烤脆骨都还好，都还好，嗯，都还好。我怎么理解它呢？啊，就是说你摆这一片儿，你要找个和它旗鼓相当的，不是太容易。嗯，但是呢，你要说它做得非常好，也不能这样说。太绝对，对，是吧？对，嚯，往那儿，往中间拍，要这么多啊？还不够吃，基本上就这还不够吃啊？好吃啊，这肉烤的又嫩又香啊，可得劲。一般人要的是他这个现割的羊肉串，大，烤的还透，吃的还比较嫩。可吃还不错，入味儿不？入味儿，要不入味儿，他不来家吃了，哎，是不是？对，进来了，不要买他那个蒸串串的，还好像吃了。连挑自己选，自己选一块肉，多少钱一成啊？一摊一串啊，实在行。哦，他有那种现穿的，也有提前穿好的。对对对对，两种可以选，可以选，可以选。来，尝一个。你要让吃，我跟你说，我真不客气啊。尝一个还是比比地？你看他这个。这是哪一部分啊？来着，肋条，肋条，哦，羊肋条啊，对，哦，羊肋条好，说句实话，吃起来的话，嫩嫩的感觉，但是呢，还有嚼劲，对，是吧？而且它真的是入味儿，它块儿挺大的，但是入味儿，入进去了。来这儿都是羊肉串啊，羊肉串、茄子，这都是必点的。羊肉串好吃吗？大家都喜欢吃肉嘛，对不对？烤茄子。但是在这么多一大堆肉的面前，他们居然说烤茄子好吃，是吧？这就很诡异。他这个茄子烤了非常的嫩，每一点儿每一个茄子的地方吃着都好吃，都跟嫩，个不是很大，但是味道绝对入味儿。这个茄子我是经常来吃啊，
它这个这个茄子它是鱼香味儿的，放了有那个有甜味儿，有辣味儿，有酸味儿，它是那种复合味儿。对，烹饪里面的叫鱼香味儿，这是复合味儿。对，烤出来脆的。说了都不唱个好，唱唱。看着，我不是嫌弃你啊，哥。我说句实话啊，他们管叫鱼香味儿啊，我是觉得一个烤鲜汤烤出一个烤生蚝的味儿了。有这感觉吧？这一口下去之后，你会觉得哎，很熟悉的味道。第一次来这儿吃肉，吃这个茄子的时候，你就感觉就给吃烤海鲜那个味道。对，有点像。吃烧烤热辣过瘾，大家伙热情豪气，烤串的后厨更是火力四射。您这手艺有多少年了？我从我不起学都来郑州都有十来年了吧，盐才会用盐条肉，用盐尾油，羊尾油和肋条肉相结合，不结，再光用肋条肉，全部是羊肋条肉，羊肋条肉，对，肋条肉，对，为啥呀？因为羊肋条肉不用给牛肉肥，直接可以烤，不用腌制什么的，味儿好入味儿，也好入味儿，口感好，口感也好，对，油少不腻，所以就是说咱们这儿用的肉呢都是羊肋条肉，对，是吧？属于那个。肥瘦相间的那种，对，没有说就是单独再加块那个什么油啊什么之类的，这些全部都是肥瘦相间，对，肥瘦相间，一门是油，一门是油，一门是，哦，对，这样的，啊，所以在切的时候其实就已经开始加了小心在里面了，加注意的方式在里面了，对，这里的羊肉串用的都是肋条肉，肥瘦相间，不用腌制，切成块穿起来就烤，全靠师傅多年的经验来翻动和把控刷。加油加料的时间要求鲜味不跑，羊肉不老，还得充分入味。其实我仔细观察一下，咱们这肉其实都是生肉，直接上火烤。对，直接上火烤，对，不用腌制，也不用腌制，对。那怎么入味？烤的时间慢一些，时间长一些，慢慢叫它烤，不要火太大了，太大了都焦了。再一个入味都不那么快，不好入味。哦，所以是靠时间的，对，是吧？时间稍微长一些，别时间太快了。你那个羊肉串一分钟、两分钟都出来了，它的味儿入的不好入。哦，时间稍微长一点都可以。这儿的羊肉串可以按串点，也可以按斤称整条的羊肋条，现切现穿，这样的肉串会大一些，吃起来也更过瘾。这家洛阳马坡烧烤店内的烧烤品种很多，除了羊肉串，还有烤板筋、烤羊腰、烤茄子等特色烧烤。地址在郑州市金城街与紫金山路交叉口向西50米路北。如果您住在附近或者感兴趣的话，不妨抽时间来感受一下。我们最近搞了一个砂锅系列的策划啊，给大家推荐郑州非常好吃的砂锅。那如果说啊，给砂锅搞个排行榜打榜的话，今天我要推荐一家，我觉得在我心目当中绝对能，前三是没问题的啊。第一啊，我不敢夸着海口，但是前三一定是没问题的。你好，是吗？当然啦，经常看我们节目，经常看，天天看。谢谢您支持啊！您是附近住的是吧？啊，我就在前面住了。这是经常来吃？经常吃，老牌子了。一般来这儿点他们家哪种砂锅比较多？哎呀，多了，什么全家福了，什么酥肉了，排骨了，都比较多。哎，那吃了20年了。有20年啊？对呀，他从地摊我都吃过，然后原来一个小店都吃到现在。你说你是元老级的，从地摊开始吃的？因为他家的口味一直没有变，始终如一啊。我们都是老口味，嗯，我们喜欢什么排骨啊、酥肉啊。就丸子啊，这样就是就那个菜是物美价廉，你就这样选的，知道吧？像我要几个人的话，人不多的话，就点个这样，不如这更实惠一点。这是什么锅？这个叫什么名字？全家福啊。全家福啊，里头这么多肉吗？对呀，你看看多实惠呀！哇，这有点夸张了吧？是啊，排骨、连尖儿，还有这肉丸子是吧？像我们三个想减肥的，只能点个这多好，多实惠。这
这是想减肥这么吃吧？第一次听说减肥点这个。哎，吃完再减肥吗？最有力量减肥吗？三个人怎么能吃完不能这个事儿？我估计吃不完。吃不完，哎呦，点出这个大砂锅，所以没，它都特别实惠。根据吃货总结的独门经验，一家店如果有老人和长期追随的顾客存在，这家店一定有自己的独门秘籍。砂锅材料挺好的。汤宝是吧？一再尝口味，它那汤味道非常好，汤好对呀、啊，不腻呀、啊，不是说有些汤你感觉一吃可腻。汤鲜不腻是这家砂锅的突出特色，而这背后究竟有什么奥秘呢？刚才采访的时候，很多人说你们家这个砂锅，汤特别好喝。哎，吃你们家砂锅，首先得先来碗汤。哎呀，你这话说的太对了。那高汤还是先干啥？先干高汤吗？啥意思？这汤还不一样吗？汤分三种。高汤是去香啊，它是低汤入败，第二步是玄汤。高汤、鲜汤还有什么汤？还有一个老汤。老汤啊，这三汤是我们家的镇店之宝，也是我传家之宝。天哪，一碗砂锅居然要用到三种汤，这估计要让不少吃货开了眼界。你记住，东西再好得有人好。我们这个杜老师跟了我将近10年，专门熬汤。大锅50斤，鸡架60斤，60斤，每天都是那。您熬我看过。哎呦，您这一使劲我都知道，那底下沉的那都是骨头啊。是骨头，大骨。哇。大骨鸡架，鸡架熬碎了。哇，实打实的大骨头啊，鸡架，肉都熬碎了，这个上面肉的。猪骨浓汤只是砂锅的底汤之一，而丁老爷子还有自己的另一个绝招。主要是以鸡跟鸭，鸡呢它是无鸡不鲜，鸭是无鸭不香。看看吧，汤半锅都得是肉吧？你看见没有？多少东西？我们来讲，这里面是40斤鸡鸭子，然后连20斤鸡肉，外加就10斤猪龙骨啊，还有来讲话1斤火腿，哎，半斤那个干贝，还有火腿跟干贝的。火腿来讲话只有1斤，就是这是5年以上的火腿。哎，这还热乎着呢，这是。这刚刚蒸了一样。然后来讲话，咱们这个吊汤肉来讲话，家里都是这些东西。哇，你这实实在在真舍得用好东西啊！这是。你记住，老祖宗说过一句话：修河无人见，尊心有天知。哦，对。那是这，丁老爷子，
这个锅啊，我就不跟你抢了，你该传传啊。啊，这个我这个汤传给我。老人将近30年的心血和钻研，总结一句话就是：好原料才能出好味道。这是第三种，这是第三种，这三种是，它是它的目的只有两个，一个加香，一个加辣。因为现在很多年轻人喜欢吃香辣了嘛，香辣了就是说我们在高汤全汤基础上加上这个酱，就成香辣了。这个汤叫叫老汤，老汤，它花椒分南卤椒跟北卤椒，最好来讲话就是四川的这个花椒，我用的是汉阳椒，汉阳椒在封建时代成为贡椒，进贡宫廷大人跟皇宫来用了，老百姓根本用不到，花生啊、芝麻呀、啊，哎，都是来讲话金华火腿啊。还有来讲我干贝啊，这里面也放那个干贝跟火腿。我跟你说，这里头的海米200斤，但你可以说供货厂，我们全体的员工都可以看到，200斤海米，啊，一共是我们熬了将近是2000斤老汤，最少是200斤海米，都是上等海米。摆在这里，可能会根据这个客人的要求呢，然后来做不同的菜肴。这种我们平时见的可能相对要少一些了，能感觉到它比较嫩，笋尖尖。这个是不是就是我们平常说的春笋？对啊，笋的话分好多种，土里面的有冬笋，就是没冒出来的，冒出尖的叫黄金笋，那种笋是最好。但这种笋打雷过后，这种叫雷笋。雷笋？对对对对对，下雨天的情况下。就长得非常快，这个就大概不到一周就能长这么快啊。对，从土里面出来、啊、所以说有一句话叫什么，叫势如破竹，就是这样，它特别的快。对对对对对对对。北方不产这种食材，每年为了赶上这短暂的时节，方师傅都是提前在老家预定，收到后也总是如获珍宝。你听它很脆的，这个真的是非常嫩了，越上面越嫩。你摸它的时候已经摸不出来它有纤维的时候，对对对，这个就是它最嫩的笋尖了。这个上面的这炒的其实口感非常好，如果是煲汤的情况下，一般都选择后面。所以说，这是一根笋，它其实是可以多用，用来做不同的菜肴的，对对对对对，煲汤的、清炒的、清炒的、黄焖的都可以，炒腊肉，特别是配的我们当地的腊肉炒，特别香。方师傅说，在湖南，笋配腊肉是最佳的搭配，也是最家常的吃法。笋，我记得它做的话，如果做不好，它会有涩味儿，它有点发麻。对对对，麻麻的那麻麻的那怎么办呢？哦，我这里处理非常简单。
究竟是什么样的办法能轻松去除笋的麻味涩味呢？只见方师傅先将笋片在开水里焯了一下，再用凉水冲洗干净。同样焯过水的腊肉片在锅里先翻炒，随后加入蒜粒和小米椒粒一起翻炒，紧接着下笋，改大火猛炒，调味再添一点酱色，大概三分钟后出锅，快速翻炒，保持笋的鲜嫩。笋的清鲜配上烟熏过的腊肉，两者相辅相成，互不夺味，在众多食材里的确算得上是一对好 CP。 如果笋肉略老，跟腊肉一起饱就是最好的做法。在湖南菜里，笋除了配腊肉，另一个常常搭配的就是酸菜。酸菜炒，哦，这个挺有意思的。酸菜是哪一个呢？哦，酸菜这个，这个。这是酸菜吗？这是干的呀。对，这就是我们老家那种坛子里面自己腌制的酸菜，湿湿的。哦，就一定要用腌菜来跟它搭配、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口感非常好。这个好像跟我们平时接触到的酸菜都不太一样了，啊，也是出乎我们的意料了哈。像腌制的这种食材，我觉得是经过了这种岁月和时间的沉淀了之后，我们等于有一些再加工，是吧？然后就用这种最鲜嫩的笋跟它搭配，不得不说这是一种比较独特的方式哈。与酸菜同炒，笋要从中间破开，然后切粒，同样在开水里焯一下之后再用，但是接下来的炒法就比较特别了。先将笋粒在热锅里干炒，炒干水分后再放油与酸菜同炒，简单调味后又是一道酱香浓郁的下饭菜。嗯，这个真特别脆，酸菜跟它加了这么多料炒，但是也没有遮了它的鲜味，这是时鲜的味道。嗯，它搭配了一点这个咸肉之后，吃上去好香啊，肉香味，这个也脆，嗯，就特别的鲜了，是不是？它这个是主要突出那个肉香和鲜味，这个片儿之后我觉得它更脆，那还有一种酱香味，把腊肉的味道香味融合在对笋里面，就它都是笋全部都能吸附了跟它一起搭配的食材的味道。三种做法它是有三种口味，清鲜爽脆，没有一点麻味涩味。方师傅究竟是怎么做到的呢？也许你已经发现了，方师傅在做每道菜之前都是将笋先进行焯水再进行烹制，其实这就是方师傅去掉笋的麻味涩味的秘诀操作，的确很简单。不是说，你不说这个成本，按说那个成本不是应该是笋是要少一点的，就是贵贵的嘛，就是这个有肉的。作为一家杭帮菜馆，每到春笋上市的季节，吴师傅都要和店长商量菜单的调整。好，就是增加这两个菜就可以了啊。这个油焖春笋是应该是杭州本地的呢，很老的一个菜。笋除了在湘菜里运用的比较多，同样在江浙菜菜系师傅手里也能得到极尽的应用。同样是春笋，吃法做法却又截然不同。油焖春笋老式的烹饪方法是先将笋翻炒，之后甜汤调味，最后经过长时间的焖制入味。油焖春笋以重油重糖烹制而成，色泽红亮，鲜嫩爽口，鲜咸而带有甜味，百吃不厌。全素的食材想要焖出好味道，酱油糖的比例很是关键，而火候和时间的把握也是至关重要。以前那个做法呢，虽然味道吃进去了，那个笋不脆，它是发胀了，所以时间焖得太长。而现在为了保持笋的鲜脆，也是为了上菜速度更快，大多师傅会采用先拉油的方法，基本上笋在这一步就已经熟了，随后调味快速翻炒即可上桌。这种做法的笋虽然味道上略薄了一点，但笋的鲜嫩爽脆却保留得很足。杭州是最经典的就是铁路蒸的，老一辈的人都是这样吃的，家里那个咸肉呢自己腌，晒在阳台上，主要是都是烧春笋吃的。
摆好盘的腊肉与春笋，点缀上香葱段，略微撒上一点糖，浇上一点高汤，再淋上少许植物油，上气后蒸20分钟即可。同样是与腊肉搭配，江浙菜的做法就简单了很多，但是味道却是一点都不输湘菜的做法，绝对是米饭杀手。先入蒸春笋，先咸味嘛，跟油焖春笋两种味道是不一样。看了湘菜和江浙菜系师傅的做法，对于北方不常吃笋的我们来说，一下子豁然开朗。趁着正是吃笋的时候，赶紧尝尝这短暂的清鲜吧。专程来找您的，听说你们许昌烟饼有那个热豆腐啊，听说挺有名的，我就想看看咱这个做这个热豆腐跟我们平时做那个豆腐有什么不一样的没有。你今天现在要做吗？现在住着，坐着啊，在哪儿做？是这个屋子里面？对，能看看吗？啊，可以。这个是咱当地是什么玩意儿？一个比较传统的一个传统的，俺老子俺父亲就是我的馍呀都。我、哦、那大概在咱这儿得有多少年历史了、啊？对，俺这馍都100年了，都搁这100年的时间，搁这100年，连俺老头馍连俺馍100年了都。哦，你们家做的都有100年？100年了，100年我产的馍。那要说话，那在咱这儿待有100年朝上的历史了，差不多。对，有。哦，那应该是很久远的一个小吃了，这算是。那现在在咱当地做这还多不多？现在不老多，现在活几多？现在不老多。不多原因是什么？人在东西挺忙上人的。哦，麻烦是麻烦，哎，麻烦。咱这一般都什么时候卖？都是要是过去是前十来年前是下午卖，现在中午都管卖。哦，下午卖。下午一般。我觉得吃这种东西应该都是，在我感觉应该是早餐吃的。不是，你们这不是早餐吃的。这是下午餐的，下午半天的吃东西，现在。哦，等于还不算正餐。不算正餐。其实就是也管人家有个弄个烧饼，弄个馍，再都一配，一吃也顶管顶一顿饭。哦，还要加点主食，这个更有点更像菜的那种感觉一样。对。这刚刚一拿，这是什么东西？这调料。待会儿要下到里面吗？不下，这是调豆腐的。这是调豆腐的。这打碎的。我，这是一会儿豆浆一起打碎就行了，还得打成水毛毛。没打调豆腐呢，一会儿我调。脑补一下，这到底是个什么东西？通过与唐师傅的沟通，我们了解到豆腐与烟龄热豆腐其实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概念。大家印象中的豆腐是一种食材，而唐师傅所做的烟龄热豆腐呢，则是烟龄人中午下午常吃的一种特色小吃。啊，现在没看起豆皮来，现在可以起豆皮啊，现在称量了豆皮。哦，我刚看你拿这个棍儿在那个缸里面蘸了一下，这是什么？蘸呀，不是来，它不蘸棍儿，不蘸，它蘸出来了，能蘸出来，它能蘸不出来豆皮。哦，先把边儿啊跟那个锅分离一下哈。不分离了，它起出来了，起不出来。哇，哦，蘸一下，这样稍微一卷啊，这豆皮儿就起来了。哎，这是豆皮。哇，我原来见的都是做的那种特别小张的。那是复读，那是复读片，这不一个样子。你在那复读呢，那合计复读呢，现在给他合计这豆皮给他复读还不一个样。哦，特别薄啊，你看透着这个光线。对，越薄越香，后来很难不能吃了，这东西真的特别特别薄，什么薄如蝉翼，就指的就是这个。一张纸差不多的，一张纸差不多，一张纸可以能够。这个浇点这个是让它凉得快一些吗？对，我让我试一下吧。行，下面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是不是在中间这块？就你我这吧，啊，我这，啊，放着，你弄得我很紧张。压一下去，好，我再压，然后稍微卷一下，转起来，转起来，好，慢慢一提。哇！我干什么？这张就废了是吗？
我来考虑，没事。哎呀，对不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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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让我出去！我是真的，看着很简单，跟想象当中是完全两回事儿。真的不行，那你一天两天也不行，那得一天两天不行。一天两天不行。这东西你不知道。那您是学了大概有多久？然后会？俺老早中的，我从小都见都看的。你天天都木车都看，他这天天摸东，天天都在一木车。那像教我这种小白的话，你说我多长时间能出师？磨刀吧，就是所有的，从头到尾，你这所有的这个工作，这些东西你得你磨五年，你都磨不了越走越远的都，你都这东西温度掌握不住，活的温度。我学这个都学五年，不是五年，你时间得慢慢。好吧，我放弃。现在可以点豆腐，这是国际乐山东的酸浆粉，这是酸浆粉。哦，现在你们这点豆腐还用酸浆点呢？酸浆粉，这是老酸浆粉。哇，这真的是老传统啊，这基本上现在很难见到这种工艺了。这开始点了。哦，边倒酸浆要不停的去搅动它，是吧？不搅动它不能行，不搅动它搅不成。这个酸浆就是咱平时就是。磨豆浆的时候留的那个浆粉吗？那浆粉只要这么一起都行了，那进浆包，进泵，一起一闷就行了，老浆一闷，一起一闷都可以了，都酸着呢，可酸的很，跟出样的。那现在就是很多就是做豆腐不再用这个传统工艺，原因是什么？那出的多嘛，出的多，出豆腐出的多。哦，用那个其他的像卤水啊、石膏啊点豆腐出豆腐多啊，豆腐多。口感不好，这个要会少一些，出的边少一点，能差多少？这个能差个四分之一比例。哦，这一大锅话都能差四分之一呢？哎，那还真不少啊。哦，这个出豆腐少，那它这个味道上、口感上差别应该也是存在的吧？这个不是化学东西，这是国际老传统遗留下的东西，这东西吃这个吃了对身体这属于绿色食品的东西，这算是纯天然的，这几百年传下来的，我也不知道，我说几百年就传下来讲。自打继承家里这门做热豆腐的手艺，唐师傅这一干就是几十年的光景。曾经也有人劝他用石膏点豆腐，但最终被唐师傅拒绝了，因为在他的观念里，家里传了几百年的热豆腐就应该是酸浆点出来的那个味儿。将豆腐压制成型后，唐师傅就准备出摊了。不过由于拍摄节目的原因，今天出摊的时间比平时可是晚了一个小时。这才点多吗？哎，点多三块钱，三块钱，才三块钱半份。哦，三块钱还能卖半份？哎呀妈呀，卖半份。你买这是当午饭吃还是当小吃吃啊？当午饭吃。要辣椒不要？要。哦，这是半份啊？这半份。看着跟一份差不多啊，基本上就是一碗啊，那差不多的，这老虎这么多，老开户了。哎呦，我发现一个问题，真的是有人在等着这个摊儿出，你知道吗？就这个摊儿又刚一知道这儿，瞬间这儿就坐上人了，这就是。这个就是刚才咱在那儿就二十多种料混合在一起的，磨成这个浆啊。对的。这个里面除了香油还有什么？芝麻还有什么东西？香油、芝麻酱。香油、芝麻酱。这个就是辣椒油。辣椒油。哦。我一包一个，你看老传统的吃法。哦，这该我了是吧？老传统吃。等了半天，我以为我能吃到第一碗，结果我从第一碗等到了第四碗。老传统吃法，你包。老传统吃法，那跟他们还不一样吗？不一样，不一个样，不一样。老传统吃法，这过去的旧社会老传统吃法。旧社会。这个，这几百年看下来。浇豆腐上。浇豆腐。哦，拿这个豆筋儿、豆皮儿把它包起来。对。我一翻。就翻着翻着。哎呦，这个感觉。用筷子。啊？扒着说，你就扒着。他们都用勺子，我说。你自己老传统吃完，你试试老传统吃完，老传统。老传统不用勺子，用筷子。用筷子扒着吃嘛。那你这包着我怎么吃？就是连皮儿带里面的这个，往这扒着吃嘛，对不对？对的，往脆的，扒着吃，对，扒着往里头吃，直接可最高量扒往里头吃，扒着对，连豆皮连豆，烂的吃，对，做着口味最好了，我感觉。哎，三个混在一起了，我也不知道到底是哪个那个香味特别足，真的。
这我也想问你，非常非常。首先入口这个香油味儿，麻酱的这个味道特别浓郁，特别香。而且你知道吗？豆腐趁热就是好吃。豆筋啊，这外面豆皮儿特别的筋道，里边的这个豆腐呢，就是软软的、糯糯的这种口感，特别嫩啊，有点像那个咱们平时蒸的那个蛋羹的那个感觉是一样的。有点。嗯。热豆腐虽然好吃，但是在鄢陵的大街小巷，现如今做热豆腐的人却是越来越少了。许多年轻人嫌干这一行既累又不挣钱，而像唐师傅这样做热豆腐做了几十年的人，如今也都上了年纪。那你这还打算干多久啊？干到啥时候为止？哦，咱们弄来往下传，传给下一代。哎，这东西不能要失传一百多年来干。家里的手艺不能失传啊。对，不能失传。我嘛，之前是一网瘾少年，爸妈烦，老是骂的那种。后来呢？后来貌似是年龄大了吧，把游戏这东西看得更明白了。意思是不玩了？玩啊。什么游戏？其实明眼人一看就清楚，今年呢，重庆火锅啊，就像一个爆款游戏一样。很多人都在玩，玩嘛，谁都可以，但想玩好，没点操作，那还真不行。很辣，这家比较对味儿，能受得了吗？受不了，但是喜欢这个味道。我觉得它这个辣，关键应该不是这个大辣椒，应该是这个碎的这个辣椒籽儿。这个呢，新一代产自了我们安阳内火。这个辣椒呢，主要是提辣，然后呢提色泽。这个呢是贵州产的满天星，这个满天星呢，然后咱们这儿会用的比较少，然后新一代会多一些，然后我把这两个综合到一块儿，然后加入了满天星，所以说它辣度了会更猛烈一些。你看，都说四川人喜欢吃火锅，很有意思的是，一个辣椒用的是河南的，一个辣椒用的是贵州的。在重庆当地的大概有20000家火锅店左右，能存在啊，肯定有它存在的道理。每一家店在锅底上啊都有自己的特色，说白了那就是人家的秘方。我当时在重庆大概学了有一个多月吧，抛开味道先不说，给我最大的感觉就是，现炒的底料和包装过来的底料相比，就像是刚出锅的菜和那种真空包装的菜，你知道吗？那种区别，那基本上就是两个味儿啊。你看，我们熬一次油要熬100斤左右，100斤的油加上辣椒还有底料，真正能出成油，只能出1/3，就是30斤。你看这个油好像比较清澈，其实它的味道是非常浓的。你看上面那个辣椒，还有那花椒，哎，你看，然后每一锅锅底啊，固定的话都是2斤底料啊，这个都是固定的。所以说必须料要放足，它才会能出来这个口味，就比较适合于年轻朋友，还有那些比较能吃辣一些的朋友。食材方面的话，我觉得也挺有意思的，在重庆火锅这一块，食材讲究了一个字儿，杂。如果你去重庆的话，你知道那边的菜品啊，基本上是五花八门的，不像是在咱们这儿啊，一吃重庆火锅啊，就是黄喉、毛肚、鸭肠。也不是说这些东西不好吃啊，也很好吃，但是呢，我觉得有很多菜啊，其实建议大家也多去尝一尝。你看，就像咱们那个河南烩面一样，可能第一印象啊就是羊肉烩面，但是正儿八经老郑州啊都知道，其实像什么三鲜烩面啊、菌菇烩面啊，包括咖喱烩面啊，其实都挺好吃的。如果操作够的话，那再往下玩那就得靠意识了。意识这东西呢，怎么说呢，你看可能你在别的火锅店吃过香菜丸子、贡菜丸子，但是你吃过泡椒牛肉丸吗？给你嘴大叉那种。又或者是薄荷牛肉丸，冰辣冰辣的。
薄荷，那是变态吗？玩嘛，还不玩的酷一点吗？我个人的话挺喜欢那句话的，游戏人生，抱着玩的心态，然后呢，全力以赴的去做一件事，不管结果如何吧，至少过程是挺爽的。在我看来，玩什么游戏不是最重要的，如何去玩，能不能玩好，才是最重要的。凡是去过西安朋友们都知道啊，到那儿呢泡馍是一定要吃的，所以说啊，今天咱就说说泡馍。在人们的印象中，西安这座古城除了观光景点之外，就是要品尝各类美食，泡馍是一定要吃的。现如今郑州大大小小的做泡馍的馆子也多了起来，但真要问起来，您对泡馍了解吗？您吃过几种泡馍？恐怕结果是这样的。就是油脂的吧，普通的吧，两种我都吃过。是哪种？就带汤的那种啊？对，都带汤啊，都带汤啊，您吃的都带汤啊。您印象当中泡馍该是什么样的？泡馍，反正怎么说来，这个泡馍我感觉就是把馍切成丁啊，汤特别浓那种，里边放着这个香菜了，还有这个那叫什么，那个糖蒜好像是啊，就这个东西吃起来感觉挺好的。您个人爱吃吗？挺喜欢吃的，要么就是烩面，要么就是泡馍，今中午基本上就是这。很多人对泡馍的认识可能是先入为主的观念，认为泡馍就是一种一碗汤里加点馍来吃就行了。其实在西安当地，泡馍还有另外一种吃法也是很受欢迎的，叫做小炒泡馍。从卖相看，就和带汤的泡馍有所不同，红红的颜色也更有食欲一些。西安去过，去过，嗯，那泡馍应该到那儿没少吃吧？没少吃。小炒的这种泡馍吃过没？吃，味道很不错。嗯，你说说差别吧，觉得跟这个那个正常那个比较淡一点，糖，口感上应该没有这个口感好。吃那个带汤的泡馍，就跟咱吃咱这儿河南烩面啊，对，就吃的就那个羊汤那个鲜味儿是吧？对啊，更多吃鲜味儿。那他这个我看里面加的料也挺多，他这个味道应该是酸酸的、辣辣的。您吃这个馍口感觉是吧？比较筋道一点，比较筋道一点，耐嚼是吧？对，耐嚼很不错。咱吃的常规的那种带汤的，应该是味道上差别比较大吧？对，你要吃糖那一种，它那个馍没有味儿，然后这种炒这种，你吃这个馍有味儿，馍更有味儿。对对。如果您觉得吃带汤的泡馍馍丁没什么味道的话，小炒泡馍中的馍丁就不同了。用机器打出来的馍丁大小统一，在大火炒制中也充分地吸收了辣椒和醋的味道，大小一致的馍丁吃起来口感也都统一。你觉得好吃是因为什么？比较酸比较辣，我比较喜欢吃酸的辣的。酸辣的，你觉得这个酸度怎么样？酸度可以，刚好。它是哪种？是直酸的，还是比较香一些的？它相当于比较酸酸的，还比较香，香酸的一种。这个醋跟辣椒都非常关键，是用的西安的那种鲜椒，它比平常的稍微辣椒稍微辣一点，比那个味儿香，味儿会更香一些是吧？哦，这个醋是有什么讲究？这个岐山的醋，哦，这也是陕西那边的，对，也是陕西的。这个醋比咱平常那种醋，颜色稍微淡一点，香味儿、回味儿稍微浓一点。哦，那酸度怎么样？酸度比咱现有那个醋稍微酸，也会更酸。说这碗泡馍很香，这个香味来自哪儿呢？后厨打探才知道，这香味并不是用了什么香料，而是它油。
菜，对，就这个这个。哦，做泡馍还要用到油吗？这是，这是什么油？这是泡馍猪糖的油，这个油是牛油和羊油，然后它是猪的骨糖，猪的骨糖，然后把牛肉和羊肉全部下里边，还有牛油、羊油下里边，煮半个小时，里边加好多种大料，就是十二种大料，然后煮制成这个撇汤油啊。撇汤油，对，我大概明白了，这个就是弄那个羊肉啊、羊骨啊，啊，包括牛肉、牛骨搁在一起是吧？对，煮八个小时，煮完之后呢，然后就是把那个汤上面那一层油撇出来。对对对，这个油就是那个油。对，哇，那这也算那锅的精华了是吧？也算。啊，那我看刚听你说那个汤里面还加了有一些大料在里面。对，加有十二种大料。十二种大料，那等于咱这个油本身其实也是有味儿的是吧？对。你想想，平常咱炒一些家菜会放一些大油，放一些什么油，加上动物油之后，这个菜就会比较香一些，是吧？是的。这一盘加了调味料的牛羊混合油是炒制泡馍的关键，熬好的牛羊肉汤也不浪费，所有的料头、羊肉、蔬菜炒香之后加入的一勺汤，正是孔师傅说的熬制了足足八个小时的汤头。冲入牛羊肉汤之后，牛羊油炒制的辣子面的香味也被充分的打开了。早餐好营养，就喝热乎乎。感谢承德公公对本案观众奖品的大力支持啊！感谢完金主呢，该说说今天的主角啊，小炒泡馍。就像喝羊汤一样，千万不要用勺子，这就显得很外行啊！一定要用筷子啊，从边上呢开始扒，因为比较烫啊，这刚做出来的。哦，平常咱吃这泡馍不就像吃羊肉汤一样，包括吃烩面一样，就吃的那个鲜味儿。但是这个呢，绝对算得上是重口味啊！关键加入了这个陕西的辣椒和这个啊这个醋之后，在里面烹出这个味道，你知道吗？非常的浓郁啊，后味非常好。哎，酸度呢，我觉得稍稍有那么一点点的酸，应该女孩子比较喜欢吃。馍呢很筋道。羊汤啊，包括吃这个烩面啊，你要说是点个羊肉的，那它汤肯定也是纯羊肉的，包括牛肉也是说这个汤是纯牛肉的，但是泡馍不一样，小炒它是牛羊肉混在一起的，所以说这个鲜香味真的是非常浓郁。香辣酸爽的小炒泡馍有没有给您带去食欲呢？您有空了不妨来品尝一下。这家店的地址就在郑州市石化路和未来路交叉口，向西100米路北，老长安陕菜泡馍。除了小炒泡馍，带汤的泡馍也是供应的。你要的是羊肉的牛肉的？羊肉的。羊肉的，里面肉块可以啊，您加一块我们看看。我说里面这个肉块还挺大的啊，比较大啊，肉块比较大。嗯，为什么他那个汤那么多，你这个没什么汤啊？这我没有加汤，他加汤。哦，这另外还加点清汤进去了。对，怎么样，一碗能吃饱吗？嗯，比较撑。哦，我看您刚刚说那个清汤是怎么样？是吃这个小炒要配的这个汤？不，你想这个汤是我要喝的，你想这就是普通通的那种，你想泡馍汤，就是这，就这个汤。主要呀，一吃这味儿比较重，然后哦。这个小炒的口味重要，配个清汤喝一下。那他这个汤是送的还是单点？汤是送的。
Thank you.